我跳起哦，这眼睛哦，我这跳了，放假了哦，放假，啊，我擦了，啊，我擦了，啊，哈，我过来，我放假，我下来，我跌来，我拖来，我撸来撸去，我站来，我向鬼啪，好，小向刀劈，走来后边。拳头古早的讲句你嘛会，我是拳头师傅徐正中，我今年74岁。今仔日要讲的拳头的古早的第一句，这是我一个老师70当前的老师傅，叫做陈开开平所教我的话，叫做吞金放甲，起手落叉，前有夹，后有捏，练一个小象刀劈。这句话是在讲啥？就是在讲拳头的招式的应用的要领。等下，我会做给大家来看。吞金放甲，吞金放甲的意思就是练拳头要发力，你袂使把金甲头的波放落来啊！接下来，金甲头来夹夹，咱就吊伫金甲头无落落来手尾，所以吞金放甲放落来手尾无力。起来，起来，爬起来，蹲蹲，吞金啊！国父讲的对，成奸最早，台湾话吞金对战，吞落来，吞落来，将兵无金甲，哦，兵金甲，哦，对战，大家对落来，哦，吞金，吞落来，对战，这。夜间对战，吞金放甲，哼，追落来。哦，这个挑爆叉腿，哦，对，你好，加，哼，追落来。一手落叉，就是这个掰开叉落，啊，这个掰开叉落，叉落，啊，就是要袂使掉那多，更加好。那还是在堆垒，插垒，啊，插垒，啊，吊开，插垒，吊开，插垒，啊，插，插，不插垒，哦，这拢是插，啊，插的意思就是肩胛头袂先吊烂，咱爱去拍去出背，那拳头快拍拳头，迄、那个拳头拍起，手无出背，迄、那个人无啦，无吞金半甲起手就插啦。这意思就是安尼。永春有咧讲，迄个二柱前两马，螳螂在讲三脚步，这叫来，前有夹。啊五粒咧，啊五粒是为着要花枪，接着开，卡针接着开，接着开龙开，接着开练臀，提肛，竖向。停腰，这是为了发达在用的，啊，好在，这个前五夹，后五夹，后五夹就是要发劲啦，要发达。来，我先拍，我拍，将你那个发达长，啊，这个我接过来，这个接过来，啊，这个可以，啊，这个你就接条了，你要滚多少？放假，你都接不了，啊，停腰。这个手会转去，这是咱学大家怎样，讲我听我超高分的直接放假去。我跳起哦，这眼睛哦，我要出出来放假了哦，放假，啊，我擦了，啊，我擦了，啊，哈，我过来，我放假，我下来，我跌来，我拖来，我撸来撸去，我站来。既然我这个皮，哦，阿姨我爬来。拍来拍我头，哦，拍我头，我这双手杀来，这个夹来，这个插来夹来哦，哦，夹来要害一直歪去哦，哦，夹夹来是无通顶动哦，啊，哦，这个就是夹夹来，啊夹来了，这脚，这脚、哦，
夹夹掉了，快！插腿，插了要插腿嘞，哦，还插都没掉，啊，接来哦，这是第一步，第二步了哈，我接来去哦，弟姐，把个剑嘞，看看看那只腿过，腿夹嘞，这个夹掉嘞，人都拖，啊，一夹掉这脚夹嘞。啊！用我只卡卡搞来，我个刀同我看。啊，这夹咪用作用夹卡储备，对方石头。拍来，响。好来，再拍来，再手，响。啊，这种响，把刀进来，响。啊，对了，来，进来，响。啊，把土啊，来这个进进来。我头爆叉，啊！你闪过，之前卡过，啊！人借过来，哦，啊！你就人这边，哦，来，我你看，啊！我指你，你头爆叉腿，拖起来，拖起来，叉叉来，嘿，这样，啊，这样，这样，叉来，嘿，啊，叉来，嘿，好看。啊，真像！古人家快他来，像鬼破破他个，啊，啊，拖腿，从肩膀上拖腿拖来，拖来拖来，这从肩膀上都丢不下去了。我像鬼他，啊，小象走下，走来后边。拄好恁大家有看到我甲我的徒弟教学的示范，咱后一遍。还佫讲别句的台湾拳头话，感谢恁收看阮的节目，希望恁会喜欢，谢谢，再见。